我是空军2207饶中韩，奉命接迎志愿军中烈回国，感谢塔台指挥保障护航，长空铸剑，山河同辉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。58年回国的时候，我给你们告了别，今天在祖国相见了，我们非常怀念你啊。作为一名军队人员，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铭记英雄、崇尚英雄，更应该学习英雄，以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来引领前进的方向。